大家好，我是季小主。前段时间咱们不是盲测完可乐嘛，然后看有小伙伴评论啊，说应该每喝完一款之后呢，喝口水清清口，这样就更公平公正一点啊。确实是这个，还是吸取大家的建议，下次一定要更严谨一些。不过说到这水呢，你说这个水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啊？就是一些三六九等之分，要不然市面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不同价位的水呢？我这儿呢准备了这七款不同品牌不同价位的水啊，一块到二十块不等，当然了还有那种成百上千的啊，咱就不提了，因为毕竟喝得起的人寥寥无几。咱就单从这几款来说啊，是超市常见到的啊，这价格都能差出将近20倍，你们应该也很好奇吧，他们喝起来到底差在哪儿。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盲测水，抛除这个包装呀什么品牌啊等等之外，单从口感上咱们从贵到便宜给它排个序，看看到底对不对得起他们本身的价格。我这儿呢还准备了一杯不花钱的200开，咱也给它放进去看看，说不定真能混淆在里头。咱们还是老规矩啊，我把眼罩戴上，找人给我把顺序打乱，把眼罩戴上。 OK， 好了，哇，终于开眼了，这么高。一会儿我这个顺序就是从贵到便宜的顺序啊。第一个，肯定不是我们家的凉白开，反正我知道有点像过滤的水，然后我感觉应该不会很贵，这个水应该有点像一两块那种康师傅呀什么的那种味儿。暂且一会儿再评论啊，我再这就对比着喝才能喝出来，就喝这么一个，真的水跟水你说能有多大差别啊。这是我们家的水了，他们两个味儿绝对太不一样了，这一喝就是我们家的水。几个，一共8个，这肯定是排最后了。这个最便宜，我们家这个水不花钱，这个我还是敢肯定的。第三个啊，哇，这个真的什么味儿都没有啊，凉凉的，然后这个真的是一点什么味道都没有。好吧，我确定了，第一个肯定就是康师傅。第七，暂且这么排，一会儿再调啊，或许会喝到一些不一样的。第三个应该不会很便宜了，完全什么味都没有的，或许是那种山泉水啊。特别强烈的气泡感，而且我喝的时候它都已经出声了，那种回音根本就不像是塑料瓶发出来的，这个就是法国巴黎水，肯定的。这个是第三，它上边还有一个依云啊，还有那个大玻璃瓶的，肯定是比它贵。这个太特别了，浓浓的气泡感。不过啊，像这种带碳酸的，基本上价格也都在5块以上了，都不会太便宜的。有点类似第一个，但是比它有一种干净感吧。这个真的什么味儿没有，喝不出来啊。第三个，妈呀，绝了！这个是什么？百岁山。肯定是百岁山，天天喝百岁山我还不知道。嘿，这个喝着和第一个有点像呢。哎，这两个有点类似。农夫山泉，肯定是农夫山泉。平价水啊，我天天喝，都是有股过滤过的味儿，但是呢，它只是程度不大一样啊。很好区分，这个是农夫山泉排第6。OK。什么味儿都没有。哦，第三个跟第七个好像，丝毫喝不出区别和味道。暂时放一放。完了，排错了，也像那个一两块、两三块的水。我排错了吗？康师傅、百岁山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哪个便宜点的？好像，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像。这个是屈臣氏吗？妈呀，一会儿我都喝饱了。应该是屈臣氏，我就暂且把它排到第四吧，因为我只能根据这个味道来推嘛。它就跟这三个很像，但是接近，不是完全像，就是因为我喝屈臣氏的水比较少，应该就是它吧，还是有区别的，肯定是。本来我以为这水跟水，你说能有啥差别吗？但是这么一喝下来，还真是各有各的味儿，特别不一样。这两个反正我是真的一点区别喝不出来，这两个都好干净的感觉，特别干净，特别清透，而且任何味道都没有。再来喝一口，所有的水我
都是放在一起的啊，这个喝着比它更凉，感觉我这是下意识反应吗？反正它喝着更凉更透，这个好像是偏浓一点吗？那种口感反正也是有些许区别的，味道上是区分不出来了，所以我就哎，是越清冽的越好吗？那这个就是第一，这个顺序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疑问吧。 OK， 就他们了，我去介绍一下答案啊，我看看去，我这个信心还是很的，我看看，哇哇塞，我这个嘴是开了光了，看看这个第一跟第二，真的是这里边最贵的啊，磕死我了，这里边最贵的就是逸云水和这个圣碧涛的水了，然后是啊、哦、我这都猜对了吗？下一个，哎，我拿着这个便签，拿着这个便签对一下啊，这是我的购物清单。然后下一个便宜的是屈臣氏，不过啊，屈臣氏他卖的时候不是号称是蒸馏水吗？就是那个首很火的歌，是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，就是他这个蒸馏水，这应该不是没有味儿的呀，但是喝着它其实是有味道的啊。这个，再上一个就是百岁山。哦，因为我这次的正确率蛮高的嘛，就康师傅和农夫山泉混了呗，刚才我还说他们两个特别像呢，哎呀，成功。对了，我还要特别说明一下，这期视频绝对无广，就单纯是口感味道上，而且还是我个人的这个排出来的这么一个顺序啊，但是话说回来啊，这个也不能作为评价一款水好坏的唯一标准嘛，因为它的优势可能在口感之外的其他一些方面，是吧？所以咱这个也喝不出来啊，嘴没有那么高级，所以呢情况就这么个情况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，我就不多说了，让我缓缓。哇，我没有想到全都基本上啊，基本上是排对了都。哦，我这个嘴呀、啊、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行吧，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了，大家如果还想看其他的什么盲测呢，也可以评论告诉我啊，咱们继续盲测。今天视频就到这了，拜拜。